今天这支 vlog 呢，就是一日我在国家大剧院工作的 vlog。Hello。Hello。So exciting. Yes. It's your first time? No. Oh. But it's the first time in the symphonic hall because today we're gonna play in the symphonic hall. Oh.Last time we were in the opera pit. Oh, okay. Yes, it's different. It's my first time. Oh, really? Yeah. That's pretty good. You see the acoustics, it's magic. Yes, it's time. Hello， 各位，我到了歌剧院楼下，发现这边真的超容易迷路，超大，然后有通往歌剧院，有通往音乐厅的这所有的道路，然后都是很多的标识还蛮清楚，但是就是很大。等一下2点的时候开始彩排，现在是1:30，那等一下1:45的时候，我们就要上到台上去预备舞台，真的还蛮漂亮的。虽然我想象中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好像更大，但是它的华丽的程度还是很可以的。上台连排，还要是连排，会拍摄，所以没有办法拍。我们现在彩排完了。然后要去拍团照，所以换了一件团服。彩排一整场都没有休息，我从中场就很想上厕所，我都快要爆了。那你挺忍，对，我忍到最后，然后就一下台我就走了，真想赶快回家。嗯，这个不能放。我来国家大剧院好开心。7:30准时开始的话，站着上台下台，差不多9:00多了，毕竟有24个曲子。现在是夕阳，所以光还不错。刚刚拍照，没想到这么大。这个据说当年有无数个设计方案。是吗？嗯。然后就是原本很多方案，因为在长安街上嘛，很敏感，很多方案都设计的方方正正，跟那个人一张床似的。嗯。后来都被否掉了。一个设计机场的那个设计师，就是像摆烂了一样，就随便来一个吧，随便交了一个，又来一个人。然后因为他这个长得跟长安街上的那个建筑实在。差别太大了，所以他就退回来这么多。看起来稍微显小。所以我们叫温泉蛋。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就是叫出来一个特长，我们叫蛋雕。现在在逛大剧院的其他地方，这里是一楼，这边是歌剧院啊。歌剧院今天也有演出吗？哇，这里好大哦。
真的好好拍哦，好漂亮。嗯，你只要入镜一下，我到时候给你标一个名字在这里。我关注你了，哎，真的，真的，某一天精准的推送在我的首页。哎呀，然后就听到我在胡言乱语。没有。是了，刚刚李老师乱带路，我操！这里，然后走这，哇，这太高了！到了，哦，这准备上台的。张西祖取剑，哎，张西祖取，英雄之城剑，太暗了，哎呦，张老师。